这种题目是属于 standard 的题型了，我们直接开挂胡。OK，C 是加，然后它是加加，然后 B 是加加加，所以我的 x 然后加加一二等于零，所以我的 x 加一等于零，x 等于减一，x 加二等于零，然后 x 等于减二，然后这一个我开挂胡，C 是减，一加一减，x 跟二 x。然后五二十，二二四，然后 c 是减这边加，所以我的 x 加二等于零，x 等于减二，然后二 x 减五等于零，然后我的 x 等于五和二，OK，然后接着这一题它也是属于一样的一种做法，我直接开挂胡 m 一四四加减，所以我的 m 减一等于零，m 等于一。m 加4等于零，然后 m 等于减4，然后这一个 c 是加，所以两个都是同符号，b 是减，减减 p 2p，然后4 5 20，OK 减减，所以我的 p 减4等于零，p 等于4，然后 2p 减5等于零，然后 p 等于5个2，OK。